Hello， 大家好，吉拿瓜这一张109年7月15号推出的热腾腾的一路发刮刮乐，每张售价是新台币200元，头奖奖金有200万元哦，它有超过20万个800元含以上的奖项。哇，它有四种游戏方式呢，这次挑选的尾数是1号，为什么1号呢？一路发的1啊，希望挑1号可以一路发啊。四种方式，先来玩第一种游戏好了，来把它放大，来看看游戏一。游戏一很简单，刮出一个八即可得对应的奖额。好，马上开始来刮游戏一。八八八八八，一路发。八八八八八。二，没有八。头奖是200万元呢，来个200万元。八八八八八，有没有八？一路发。一路发，来，哇，还没有八呢，八八八八八，一号，没有，还是没有，还没有，还没有，一个八号，一个八，就得到奖金了，七，没有，八八八，没有啊，哇。看一下，游戏一没有，游戏一没中。好，来看游戏二。游戏二在这边，刮出一个金额即可得该奖额。好，拼了！游戏二，来个200万，200万。哦，这条码200万。游戏二，热腾的刮刮乐，哇，零啊，零元啊，没关系。再看游戏三，游戏三在这边，游戏三刮出三个八即可得奖金800元，三个八，三个八就800元了，来八八八 ，T P， 哎、欸，看这里有个 T 哎、欸，这里有个 P， 所以再个 O， 有没有 O？ 有没有 O？O 的话就投奖了，对不对 ？T O P P， 所以个 O， 来个 O 吧，三个八，有没有这样子投奖？三个八，不然个八百元也好了。八哦，两个八了。呜，再个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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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二啊！哇，这一局游戏三也没中。哇，没关系。接下来看游这个。发了这个，刮出三个发即可得奖金难奖额，会不会有可能是 TOP 啊？你看，这里有 P， 这里有 TTP， 所以这里有个 O 的话，就是头奖了。来，先看一下奖金难，奖金难应该在上面吧？你刮看一下奖金难多少？有没有奖金难？三个发，三个发都得奖金难的奖额，奖金难在哪边？在下面吗？奖金难在哪里？奖金难。200元，哇，那这张不可能是 TOP 了啊！想这样走，没关系，看看有没有可能中200，有没有发？哇，第一个就是难呐、啊，啊，把它刮完，所以这一张一路发钢箍啊，啊，果然是想太多了，是鸡啊，所以是 GPT 哦，哇，还以为是 TOP 嘞，想太多了，来刮干净一点，啊，这一张。今年推出的刮刮乐，好，最后来总结一下，这一张售价新台币200元的一路发刮刮乐，尾数一号，宣告杠估，做了200块钱的公益。好，那就谢谢大家的观赏，再见喽，拜拜。